为昨天晚上呢看了荣毅杰的这个晚会呢，浮想联翩，很振奋。我想呢，一个舞蹈家如果没有执着的这种精神，奋发向上的这种思想境界，是吧，吃苦耐劳的这样一种这个思想，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舞蹈家的。我首先因为我很激动，昨天晚上呢我也不是我愿意写诗，但写不好诗，那总要用这几个简练的文字来表达我的感情。我是写了这么一个诗：舞的执着是他天成的梦想，追逐民族舞的精灵，舔尝着湿婆的魅力。湿婆是湿婆神呐、印度的女神，舞蹈之神。痴迷的执着，实在的劳心。大家看看这个荣杰的他的自己的舞蹈的经历，很苦很苦啊。虽然昨天在舞台上就是几句话的介绍，我们已经领略过舞蹈家的艰辛了。是啊，痴迷的执着，实在的劳心，酿造出美的瞬间。这场晚会给我感受很深。这是诗，这是画，这是汉玉雪凝成的结晶。这难忘的民族情，拥抱着广袤的大草原，舞的执着，永恒永恒。所以我用四个字啊，第一个是难，难能可贵，难得的机会，千载难逢，不容易。在这我们迎接千禧之年的时候，我们召开这样一个会，讨论会，没有昨天的晚会，今天也做不到这儿啊，难能可贵的。但是看到荣毅杰的他的舞蹈历程，太艰难了，太艰苦了，太艰辛了啊，不简单，不容易，克服多少的困难。所以说他的道路上是坎坷的，是困难重重的，他没有畏惧困难，而是克服了困难，才结下了丰硕的果实。昨天还有以前，他说展示了他的作品这就足够了。难字第二个神，完全的精神，拼搏的精神，执着的敬业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勇攀舞蹈高峰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没有这种热情，没有这种干劲儿，能成吗？能有昨天这样的晚会吗？晚会的七个节目里边充满了草原的神韵，展示了荣毅杰这个求索的精神。我愿意说屈原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么他求的是一个永恒的执着的，今天终于他走向了舞蹈家的这样一种道路逐渐在成长起来这是神第三个天，虔诚的有故乡之情，虔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心，向传统学习，向生活学习正因为荣毅杰对舞业的虔诚，才有如此的民族舞蹈的风景线。没有这样的风景线，昨天尽管在演出晚会中还需要提高，但是他已经做出了榜样，
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嗯，所以这是谦字，潜，潜力的潜，他有闯新的潜力，潜藏到更加完美的未来，舞蹈的曙光更加光辉，在他的汗水中啊，可以看得出来，就惊人的啊，未来看得出来，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啊。所以我想，我们的年轻人应该更好的来学习，正因为他有一个学习的态度，从他的文章来看，从他自己的这个节目单里的卷头语来看啊，就是说他有文化的底蕴，没有文化的底蕴，他不会有这么，没有生活，他不会有这么好的想象力，是不是啊？我们的科学家苹果掉在地上，吸引地心引力起来想象，没有想象哪来的微积分，因此首先立足于民族生活，没有生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执着的让人看到的是蒙古的形象。我在这里就是要通过这个，通过这个明眸草原，从这个来看，我就看得出来荣毅杰他的心灵里边的深处的东西，他的思想。所以对于老家来说，看到青年的成长，感到由衷的喜悦。从一个普通的舞蹈工作者已经上升为，或者叫进入为真正的舞蹈艺术家这么一个境界。普通的舞蹈工作者和真正的艺术家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他的创造性。这个创造性不是作品的创作，包括作品的创作，更包括表演艺术的创造。有了创造了，而且是非常好的创造，无论从表演艺术角度来说，创造这些形象，表演这些形象，无论是从舞蹈作品来说，创作了这么多不同形象的作品。所以我说十年不见的荣毅杰进步是惊人的，进步的标志从一个普通的舞蹈工作者或者幼稚的到了成熟的舞蹈艺术家。第三点，荣毅杰在我心目中是一本账啊，因为他在学校学习只为了那个陶立杯比赛拿到十佳，这个艰苦的历程我是脑子一本账。执着、艰难、拼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失去了很多很多青春、孤独、爱情，就是舞蹈，付出了心血泪汗、心灵的痛处，流血呀、伤啊，流了眼泪，流到肚子，流了多少汗，今天结出这个果来，我表示在这里表示十分敬佩。一个舞蹈艺术家除了诸多素质之外，没有这一个艰苦奋斗吃苦的素质是不可能成功的，任何天才没有这一点都是不能成功的。你去检验所有成功的舞蹈家，总是和吃苦相伴的。十年不见，到了香港，香港那个自由城市里，
见得多，识得广，学习吸纳，丰富了自己，壮大了自己，开阔了眼界和思路。但是他在这种条件下没有忘记自己，忘记自己的根本，忘记自己的基础，忘记自己独有的舞蹈艺术追求。很多人在这方迷茫中忘记了，失去自己了，投降了。容易觉我的脑子是清楚，不吸收，不吸纳，不丰富自己，不有一个开放的创造心态，没法成功。但是吸收丰富开放的心态不意味着否定自己一切，没有了自己，这是截然两种不同的结局。荣一杰走出了正确的道路，这是十分难得的清醒，十分难得的获得了创新。这个心和时代结合起来，时代的心基础是民族的，我觉得这个他脑子清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第五点，荣一杰整个晚会是民族的，毫无疑问，但是又是时代的，也毫无疑问，今天的新的民族的时代的，从他的舞蹈样式、风格、情感、表现手法，但又是自己的，又是自己的，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又是自己的，我荣一杰的艺术创作，把这三者有益的、有利的、恰当的结合在一起，成功了。产生一种真实的、真诚的奉献，真诚的情谊的奉献。第六点，表导合一，表演艺术家和编导艺术家合为荣一杰与一体，这大概是未来舞蹈艺术发展的重要的一种形式。应该这样。哎，对了，不是一个跳着别人舞的匠人，而是说着自己，以自己的方式说着自己要说的话的艺术家。没有真诚就没有艺术，没有创造更没有艺术。真诚和创造来源于他自己的内心，他自己感受，他自己在时代的感受，他自己在历史传统的感受。我觉得我最最佩服的，你说的人格比艺术更神圣，在今天无语横流、笑贫不笑娼的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你能说出这样的话，而且你身体力行，我是非常非常的佩服，非常非常的感佩。如果你没有这种精神，你早就金屋藏娇了，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早就做了金丝笼里面的鸟了，没有今天的荣一杰。我觉得我最最钦佩的是你这种精神，我最感佩这种精神。我这已经病了三天了，两天都没怎么吃饭了，我怎么也得来，我就是要说我这种感动。我不到了，把他和以前我们看到过的像杨丽萍所做的晚会，唐泽英卓玛所做的晚会，但是唐泽英他的作品很少是自己编的哈，那是纪刚给他包装，他
他这个，所以我一来呢，我刚才问了他，我说你这个就是说都是自己创作自己来表演，那么有没有人给你在这种舞蹈的这个境界上和意象上是别人启发给你的，他而不是这种意象都是他来谱出的，所以我就觉得特别不容易。他节目单里面这句话我非常的欣赏，就是说造一种超拔的大衣和大象，那确实有这个，我觉得所以讲它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是吧？那么我觉得这样一种大的背景和他一个独舞，这本身就是充满着辩证法，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忽略到，是你在这个具体的舞段里边，你只用了快板没用慢板呢，就会忽略这个，因为他这个个人和这个大的背景已经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了，是吧？而且我觉得在这里边呢，它不仅仅是，如果我们只是在对比啊，或者艺术辩证法这个层次上来谈论这个节目的话呢，我觉得那还比较一般，因为对比的手法啊，反复的手法都知道编导用的最多的。而我觉得他这里边其实看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看舞了，是通过看一个人，看一个人作为民族的人，是吧？我觉得是在他是一种个人胸怀的拓展和一种人生境界的深谈，是吧？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因为他有了这样一个大背景，是吧？他个人胸怀得到拓展了，人生境界也得到了深谈，所以我边看的时候就边觉得，是吧？这荣誉节呢是一片白云啊，他在缪阔的蓝天中做逍遥游，啊，他也是又是一只银狐，是吧？在纯净的血液中寻找属我的空间，啊，也是一匹金驼在漫漫的树木中向着心中的绿洲跋涉，是吧？当然还是一匹黑骏马，是吧？从苍茫中驰来，从静寂中驰来，也从日出的朝霞中驰来，我觉得非常非常富有这样一种境界感，是吧？那么这个方老师刚才讲了，是他七个形象塑造了一神两人事物，是吧？在我看来呢，我觉得就是说他整个独舞晚会呢是用两种不同但是又有着深刻联系的形象塑造的方法，一类是就是我们讲的是直抒胸臆，另外一类呢就是托物言志，一个艺术的境界，一个是意象的啊超拔啊，所以我觉得他艺术上的这样一种登峰造极和一个意境上的这个澄明透彻呢，我觉得使这台晚会的确是有了一个比较高的品位，是吧？比较高的品位。我们在他这样的背景中，我们看得出，虽然他的色彩非常斑斓，像我刚才讲那么多色彩，但是他并不破坏他整体的纯净和空灵。我觉得这里面很有东西可琢磨的。但是我现在也没来得及想，我只是把这个。另外就是说，他所有的这样一个个人和这个大意境的方式呢，我就老在想，他怎么会造得那么有形式感？通过他自己写的和别人写的这个文章，我觉得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所以这个不简单。从蒙古大草原上转了一圈，转的那种物欲横流的这个香港，完了之后又回到草原，而且是这个埋头苦干，硬要把这个蒙古族的舞蹈艺术搞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一点精神我特别感动，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在转圈，而是转出去的多，转回来的少，转迷糊了。看完演出呢，我原来受感动的部分更感动了。这个因为华莹就坐在我旁边给我介绍，他可能对这个容易除了这种精神感动受感动以外，我觉得这台晚会也使我很感动啊。这精神的部分我讲完了，我就不说了，我就讲这台晚会。我觉得这台晚会给我自己比较最深的这个感受呢，我觉得这台晚会是一个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一台舞蹈晚会。荣誉节创造的这台晚会呢，它的美在哪里呢？它就是我们来看的不仅是看它的技术，而且是看到了文化。这台晚会的这个整体，
我觉得他的特色就在于他蕴含着很丰厚的很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我觉得这一点他确实像一首诗，像一首主诗啊。我突然想起了前两天这个白主席蒋老师我们一块开那个会的时候，就在那儿来回大家都在那争辩什么是舞蹈剧，什么是舞剧，什么是舞蹈诗，在那儿说这个研究它的定义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个，我说舞蹈诗绝不是别就的舞剧，绝不是那个构不成冲突的舞剧都把它看作是舞蹈诗，我说这个绝不行。我是吧，我今天看了这个荣誉节的这个晚会之后呢，我突然有一个新的，就是对这个舞蹈诗怎么一个它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呢，我有一点启发。我觉得舞蹈诗应该是一部饱含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这样一种舞蹈形式啊，它应该是这个舞蹈诗的特色之一。我认为昨天荣誉节这个表演的这一台节目呢是诗一样的啊，是一部蒙古族的刚才于平说是蒙古情怀是吧，就是一种抒发这个蒙古情怀的。比如说他的，我觉得这个从整体来把握了，我说的这个晚会啊，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地方。这种一种精神呢、啊、特别在当前啊，在我们改革开放啊，在我们跨世纪的我们各种艺术事业都是龙腾虎跃这个飞跃发展这个年代里边，我看这种精神更需要要学这个精神。我想第一点是还没这个精神，所以啊，我虽然是我已经七十多岁，我今年72岁了啊，我是一个也是内蒙舞蹈的搞蒙古族舞蹈一个老兵了嘛，我很敬佩，我也很骄傲，有这么一个人才，说一个艺术家有了好的思想品格，好的一个正常的思维品味，一个品德，才能出现好的艺术。在艺术上，我认为这台晚会呢是成功的。我是看了这个咱们过去在北京啊组织多次的个人的独舞晚会的表演，但是各有所长啊，都有他的一个成功的这个成功的地方，都取得很大成就。咱们武学院是不断的推出人才啊，通过咱们这个活动推出人才，培养人才，这是好事。但是呢，这个荣誉节这台晚会还有他自己的特色，还有他自己突出的东西。我认为最后大家都谈了，我不是搞评论的是吧，我不懂，但是给我最大一个感觉是他这个突出点，就是他这台晚会应该十年磨一戏，他这十年就除离开咱们不一离开十年嘛，应该搞的别人不算，他的表演晚会就七个，而这七个舞蹈我个人的看法，他最大的特点，他最突出的地方，他就能够他就负责到这个每个舞蹈的典型形象，他就是在这个七个舞蹈呢能负责不同的形象，使得这个晚会就感觉虽然是一个动物，但感觉不腻，都感觉都很新颖，看一个都很吸引力，都很有感染力，大家都愿意看啊，就使得整个晚会跟合着融合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像一首诗，像一幅画。这个因为在我们有我们搞教学的了是吧，这个蒙古族是吧，作为这个民族啊，在我们舞蹈这个事业中呢，它的比重相当重，相当重，然后因为我们在教材当中都是蒙古舞作为一个重点教材，那我感觉这个确实是对于人才的这种培养，人才的重视
是吧？珍爱自己的本民族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第二呢，我感觉我们中国舞蹈家协会，作为我们舞蹈，作为我们搞舞蹈事业的这个人的这个自己的家，我感觉也确实把小荣作为自己的孩子，要给予非常这个大力的一种扶植，这种关心，这种支持，这个确实是，我也是深有体会，是吧？这个从我们白主席到我们贾老师，是吧？我们尤副主席，是吧？都是从中倾注了非常这个大的一种热情热心，是吧？来扶持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个舞蹈家。所以说，更多的我感觉我不说了，这点我两点非常这个体会非常深刻。其中我就讲的一点就是，我感觉就从这个晚会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精神，是吧？小荣这种精神，这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吧？刚才对于剧目的评论呀、评价吧，我都讲了很多了。因为我为什么非常强的一种精神呢？说教学这个单位，是吧？这个于平院长是舞蹈学院的了，我不知他有没有同感，是吧？在我们的学院当中，是吧？对艺术这种追求，是吧？这种强烈的适应心，是吧？为这个艺术这种献身的这种精神，非常之缺乏。因此呢，我们将来以后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这种精神贯穿到我们的这个教育当中去，来教育学生要热爱自己表演，要有强烈的世界心，要为能够为我们的舞蹈事业能够奋斗终身。诸位对荣毅姐的评价，对她的肯定鼓舞，我感觉也是对内蒙古的艺术事业，对内蒙古，也是对像荣毅姐同志这样一些个年轻的正在成长的追求事业的这样一些个同志的肯定鼓舞。当然我自己也受到了鼓舞。刚才同志们讲荣毅姐的成功啊，也是我们内蒙古的荣耀、光荣，我们自豪啊，自豪。这是我家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我感觉荣毅姐的在台晚会呢是非常成功的，应该是很成功的。因此，我想代表荣毅姐的家乡啊。代表我们内蒙古，既向荣毅姐同志表示祝贺，也对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